来，我们看一下这题哦，这是基本求角度的题型，麻烦你怎么算？麻烦你把这三个角度哦，分别一个一个把它算出来，行不行？好，换句话说，把它加它减它，行不行？麻烦你一个一个算出来，怎么算？我们这题只用画对角观念，这样行不行？好，首先你看一下 ，tangent 25度，来怎么改？麻烦用画对角怎么改？25度可以写成180加45度， 180 tangent 还是 tangent 几度？ 45 度。来告诉我25度第一象限，第三象限 tangent 什么号？正号。所以算出来 tangent 45度是几？一，这样行不行？好，麻烦你再算一下 secant 负30度。 secant 负30度怎么算？角度有负号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加回正，第二种直接提出负。这时候30度太漂亮了，老师建议大家我们直接提出负，这样行不行？那在三角函数当中，麻烦你注意一下，有两个函数不需要把负号给提出来，哪两个？ cos 和谁？ secant。 所以 secant 负30度可以直接转换成 secant 30度，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哈。所以在三角函数当中有两个不需要把负号给提出来，一个叫 cos， 一个叫 secant。 所以 secant 负30度可以直接写成 secant 30度。那 secant 30度是几？ secant 是谁导数？ cos。 cos 30度是二分之根号 3， secant 30度算出来是根号3分之2，这样行不行？好，写到这边继续，麻烦你再把 cosecant120度算出来，怎么算？120度可以写180减60，所以说 cosecant 60度。120度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cosecant 什么号？正号。写到这边一样， cosecant 是谁导数？ sin。 sin 60度是几？二分之根号 3， cosecant 导过来是几？根号3分之2，把它带进来，所以带进来是这两个刚好相减减掉，所以说告诉我答案剩几？一，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吧？好，麻烦你把这边把这题看一下。